这样我觉得必须要要有一个基础的，没这钱了，少帮讲话，这是真都走不了了啊！哎，对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，这个是我们这个女儿国定制版的，其实我们这个主题真的是充满了爱，也是非常让人很羡慕。今天的主题一样，所谓一人在水一方，我们四只土走向了女儿国，也与你的各位即将在我们的位置。手机放下。对，好，好，来左边，来我们左边，让更多的朋友。好，那随着我们主创的这样的碰杯呢，我们今天晚上的酒会呢也正式的开始了。有请我们的各位贵宾可以上前来，拿一杯我们主创给倒的这个香槟美酒，我们来喝东西，来，我们一起了。公司北京百度广讯科技有限公司，龙华公润影视文化有限公司，山水芙蓉传媒有限公司，以及奇幻世界文化有限公司，新浪微博 MX 中国影子，上海汉娜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，上海东威影视有限公司，以及东鹤园影视文化有限公司。当然还要特别感谢今天我们的场地支持我们的秀酒吧，再次的感谢，谢谢大家。来，好的，谢谢我们的各位主创，让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。